学一年，因为丢了。东城一年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六大学生。我爸。哥，你还管我叫哥？那么小，九一年啊？啊，看上去有点成熟，长有点张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行吗？小哥啊。哎，涛哥。有何指示？录这节目到结束为止，一直保持小哥。啊，好，哥，必须的啊，老听话了。开玩笑，我九三年。但你真看不出来像九爷。哎呀，感觉一开始被人套路了。